4月8号，知名演员姚笛助阵上海某品牌发布会。在看秀的过程中，姚笛笑容不断，心情大好，时不时与身边友人交谈。干练的中长发，黑色的条纹西装让她愈发的帅气。近日由姚笛主演的《择天记》即将播出，爆出的黑暗系剧照让人眼前一亮。而姚笛在这部剧中饰演的男客是一名大反派，不知道首次饰演反派的姚笛是什么样的心情呢？其实演员希望尝试不同的感觉的一些，能够有些突破吧。我觉得我们在选戏的时候还是以剧本，因为一剧之本嘛，就是首先剧本要打动我，然后有共鸣的我会去接。其实不在于说一般言论的说要这种角色准备。现在越来越多的艺人加入跨界的行列，那姚笛有没有跨界的想法呢？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才能，还是好好演我的戏吧。